嗨，我是 Annie， 这集要来开箱位于高雄巨蛋的海底捞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到海底捞火锅用餐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咯。在这里用餐可以免费做美甲，不过因为今天排队等候的人太多，所以我到吃完晚餐都没有排到，只好下次咯。他在桌子下面竟然还有手机 USB 充电座。龙米娜算是蛮推荐，他有现场的比较中性感的面手板面。对，龙米蛮好吃。那我们再我底下挑选完毕跟学徒说一下，确认完再帮他稍微做送出就可以了。谢谢。那东西我们要怎么选？就是直接点是不是？然后推到我们的购物车里面，然后最后再跟你核对一下。哦，好，了解。再帮你做餐哦，谢谢。那我去做那边，那边。这是喝汤，等一下上来。这个是三鲜，所以他是把汤直接弄在我们的碗这样子。对呀、啊。哦。这个是什么汤？你刚说哦，猪肚吗？猪肚啊、哦，这个是猪肚汤。这个是菌菇。哦，所以他问要不要葱，是在就是前面他看这里要不要加葱。好喝吗？你的汤？蛮好喝的。你那个是菌菇口味的汤。那他说菌菇这是比较清淡，可是我觉得其实也还味道也不会说很清淡。所以他喝起来是算蛮浓的，因为他刚才有问我们说要不要加奶，然后我们都没有加奶。对啊。嗯。我这个是猪肚口味的汤。这个汤好喝哎。他有给我们基本的沾酱，也可以自己在家。这里可以自助取饼干和饮料。他这里有这个方块酥可以吃，还有这个黑糖麦芽饼也可以吃。等一下还可以拿哈根达斯冰淇淋，它有两种口味。就是直接剪，然后丢下去煮这样子。30秒，鸭肠那种羊肉，它只要大概2到3分钟，变3分钟。我第一次来吃火锅，有人帮我煮，真的很可爱呀。对啊，对啊，它真的很可爱，而且你就用剪刀把它剪，然后就可以下去放30秒，起来就可以吃了。你不要把那个头也剪下去就好，哎，小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人捞面帮你。捞面的表演要开始喽。好厉害，可以拉得那么长，很像跳绳呢。还带吗？对啊，它很像跳绳的感觉哈。想要下哪一个作品啊？平均分配就可以。是宽面还是细面？宽的，这样是两份吗？对，你们还有一份哦。哦，这样是一份。哦，所以一份就是一条，就是。对。哦，了解。三面煮2到3分钟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因为两份，所以表演两次，这样下去甩它，然后让它有那个 Q 度啦。对啊，就这样有那个 Q 度，而且它都不会打结，很厉害。这么长都不会打结，你现在很认真在剪。
对啊，剪得如何？看起来好像有点进步的样子，看起来有点专业。我以为是他们来，然后剪给我们。所以你在体验农村生活吗？对啊。这个是可以吃的吗？还是不行、啊？这个是豆子吧？那个不行吧？这个捞面蛮好吃的，它吃起来口感有点像刀削面的那种。好吃吗？你吃起来感觉如何？蛮特别的，我觉得这个蛮好吃，味道很特别。那一般我们吃的面，那就是有一点点那面疙瘩的味道，我喜欢那个味道，面香。你们站在最佳位置哦。德国面，更是被称之为国粹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川剧变脸。对啊，帮我煮的，有京剧变脸，然后还有捞面表演，都还不错。不过呢，我们刚才吃这样就花了3000多，价格也是不便宜。这里可以自助取哈根达斯冰淇淋，它的哈根达斯冰淇淋有两种口味，有草莓跟巧克力两种。你觉得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放价格当然要还不错啊。总共花了3000多块。对啊。那这你觉得有价值吗？还可以啊，体验一次，这种东西不可能常常吃啊。也是哈，不错。你有没有第一次带这个围裙吃火锅？叫围兜兜。我们在家里都没有这么高级。你是第几次吃？3次。你觉得这一次跟前面几次吃起来有感觉一样吗？都差不多哦。那这里整体的体验我是觉得还不错，不过东西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好吃的、啊、主要我是觉得可能服务的部分是还不错，这样就没有来过啊，然后来体验看看。夏雨和冰慕斯，口感像冰淇淋。来，你可以先吃吃看。你那个是抹茶口味的哦。是吗？我觉得是哦。先吃一口看看，你每一种都吃一口看看啊。可是我是抹茶的。如何？是抹茶味吗？看起来是。它里面好像有包什么料。对啊，它那个图看起来中间是有包什么料。这个应该是香草口味吧。是吗？吃看看。吃起来不像香草，那吃起来什么味？那种香槟糖果的那种。哦，这个应该是草莓，这个我感觉它应该是草莓。对，那粉红色的。这个是奶卷。他说要趁热吃。这里面是奶，对不对？奶卷。炸鲜奶。炸鲜奶。它这中间是像炸鲜奶这样。对。然后好吃吗？我觉得这个炸鲜奶，非常的好吃，推荐推荐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跟着我一起爱生活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